男子鞍马式冠军来自八一队的陈飞教练，入选人，向小运动员为他们送上鲜花，以表敬意，掌声欢迎。以他的这个“程飞跳”而命名的一个跳马的一个跳级动作，那么下面我们就让程飞谈一下他的感想。 应该是刚来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登山这种榜。